能产现出一个非常均匀的一个可视性非常佳的一个方案。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跟在地链接在地的新创公司爱费的狗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非常智慧化的 AI 智能客服的一个解决方案，把这样软硬整合，让这样子的在门口这样子可以回答客户所有问题，也来解决我们现在所有产业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力缺少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我们传出去，我们也使用了友达光电的非常好的高解析度的工业级的一个显示器的一个看板，搭配那个整个战情系统，能够管理整个时间转速、距离、油耗、保养等等的资讯，都显示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业级的看板上面。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场域之中呢，我们也需要一个好的一些辅助的一些那个一些指示牌，那我们就搭配了元泰的一个电子纸。那这一次哦，我们展现了三种不同的电子纸的技术。第一个是大家在入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我们使用元泰全彩的一个电子纸。那电子纸有一个特性，它非常的省电，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方案，其实它光靠电池就维持整个系统的运作。那当我们需要做一些移动的时候，它可以随时做一些搬移的动作，而这个是传统液晶显示器做不到的。那在户外的部分呢，因为电子纸也是一种反射式的显示器，它在户外也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等一下也会看到一个42寸的一个户外的看板，它有 IP65 的防水防尘的部分，然后其实在户外也非常的清楚。那最后呢，就是大家在拿到那个纪念品里面哦，其实我们也有给大家一个全外面买不到、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品，也是一个使用元泰的一个技术。来，对，大家其实可以现在手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对，那大家回去呢，其实照着这个 SOP 做呢，就可以去更换。比如说会把我自己的照片啊，或者是家人的照片啊，然后就可以传输到这个电子纸里面，而且它还整合了悠游卡的功能，我们是智慧移动嘛，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储值一下就可以去坐捷运啊、高铁啊，马上就可以做使用，所以是一个非常方便而且一个创新性的产品。好，以上就是说，其实不要花太多时间，大家等一下给大家时间，实际赶快上传看一看，然后到我们这边绕一绕。好，谢谢大家。好了吗？看板帮我再拿好，有一些会被挡住。那个爱费的狗，可以比个赞，有些很优秀的比个赞，好不好？智慧移动赞，我们再一次，大家动作没有一致是不是？但是好，智慧移动赞。